融汇中西式风味餐厅的美食街，色彩缤纷的建筑物十分赏心悦目，地板以红灰色调的石砖铺制而成，犹如走进欧洲的小巷，有时则像置身于传统中国色彩的街道。想要品尝道地的葡式料理或是中式热炒，这里有不少选择。当地人也喜爱的百年老店晃记饼店，就能买到很不错的传统伴手礼。师傅现场制作糕点，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同时更吃得安心。外带木糠布丁与榴莲雪糕之后，找不到座位吗？行人区的石椅随时欢迎游客前来休息哦。